各位，预备，开始！哇，风变大了，好像有点太大了，小心！不好哎，这还差不多一点。抓紧了，咕咕鸡！来了，好哎！真奇怪，突然冒出一股很强的风，海面上是怎么回事啊？哇哦，我们得去帮忙，没有太强的风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诺玛，看到您真的太高兴了。嗨，卡蒂，我马上就让你不回喽。哇哇，救生圈。啊，谢谢你诺玛。汪汪队，谢天谢地你们来了。嗨，博士长，我们来救你了。抓紧了，古威市长！莱德、灰灰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还有我的小情趣。快看我，我在屋顶冲浪。酷哎，要稳住，稳住！现在。啊啊、糟糕！啊、救到了、嗯！太酷了！真棒的飞行技术，这真是我见过最古怪的风了。风到底哪里来的？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亚丽被困在河里的水坝，完蛋！而且水坝让鲑鱼没有办法游到大海，我们不能拆掉水坝，因为那是河里的家。所以这一次的任务，我要派天天，让我们飞向天空吧。还有小丽。小力往前冲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快看，小芝芝，汪汪队来了！天天，把亚力跟小芝芝调到安全的地方。知道了，莱德。小力，开始沿着这条河挖一条沟渠，这样水还有鲑鱼就能流过去了。马上去！天天，小丽，沟渠挖的怎么样了？有点慢，快看！哦，那群鲑鱼数量真的是太多了，我们要帮助他们通过那个巨大的水坝。抱歉，我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挖好沟渠。没关系，小丽，没有人能料到鱼群这么快就到了。要是那一堆木头可以稍微低一点，那鲑鱼就可以跳过去了。或是跳高一点，快过来搭乘有趣的飞行之旅，我的小鱼朋友们！太棒了，好酷啊！哇耶！要是我们下次又碰到了河里打造的障碍物，那么这个超妙的抛鱼机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哈哈，谢了，汪汪队。不客气，阿宝船长。要是你的鲑鱼又被困住了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我们有很重要的恐龙救援任务，火山轰隆隆响，一直在冒烟，这表示它随时可能喷发出非常烫的熔岩，听起来很危险。那些恐龙就在火山山脚下的一处牧草区吃草，现在只能靠我们送他们去安全的地方。走吧，马上去，兄弟，没问题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嗡嗡嗡嗡嗡，该走了，火山就要爆发了。就是这样，继续走。火山爆发了，小丽。挖一条沟渠，让熔岩从这里流到那边的峡谷。一条沟渠马上好，我们就快到了，只要通过那座石桥就行了。惨了，我们要怎么过去啊？灰灰，
路马，把倒下来的树堆叠在塌掉的地方，恐龙就可以安全地走过去了。做得好，狗狗们，现在让这些恐龙过去吧。小丽，我们得离开这里了。帮我去挖好了，走吧。成功了吗？你自己看看吧。好哎，成功了！啊，恢复往日的宁静。他是在说谢谢呢。不客气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温室的入口被堵住了，现在古威市长、咕咕鸡还有韩丁娜市长被困在里面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、绿色代表走，还有猪猪。不管冰或雪，有我就能解决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好了，猪猪，先把入口清出来。该搬走这堆雪了。做得好，猪猪。接着只要把门修好就可以了。交给我吧。好，这里面太热，我快受不了。你会热就把外套脱掉吧。我把冷气打开就不热了。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。为什么不能冷一点呢、啊？小心一点，不然会弄坏。好哎，修好了，去把市长他们救出来吧。天哪！里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汪汪队，你没事吧？这里面好冷哦。对啊，怎么没有暖气了？韩丁娜市长弄坏了温控荧幕。这里变得太冷，植物会没命的。我们最好修好它。你们修吧，我跟咕咕鸡要去外面的雪地取暖了。哇哦，真的坏掉了！你可以修好它吗，灰灰？没问题。啊，螺丝起子，我修好了。温控系统开启。做得好，灰灰，植物应该马上就会觉得很温暖了。我正式宣布这座温室开放了。今天谢谢你们救了温室，汪汪队。不用客气，要是你的温室又变得很冷，就大声呼救。小心点，兄弟，这镜片透明又没有裂缝，我们要好好的保管。啊，那还用说，这块新的玻璃镜片会让你灯塔的光变得更亮。哇，而且对着镜片看还会看到好笑的傻瓜脸呢。快点把镜片搬上车吧，现在把它送到岛上去，快快快点。不可以快了，我会很平稳的慢慢开，我的镜片才不会破掉。我的那些原木冒烟了，要把车停下来。刹车杆卡住了，火车停不下来，我需要帮助。好啊，来扑灭原木的烟吧，不过要先把火车停下来。好计划，毛毛。小丽，用侧边爪抓住火车，再踩刹车让火车停下来。这是我第一次抓住火车哎。好，踩刹车。现在来喷水吧。啊，水枪车出动。救得好，汪汪队。小事一件啦，不用客气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古威市长跟韩迪娜市长受困在雪橇上，雪橇还卡在冰上的大裂缝里。我的天哪！可怜的市长们，现在还有一些狼想吃掉韩迪娜市长的汉堡。啊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阿奇，把那些狼引开吧。发射器。很好。小丽，飞进裂缝里，把市长们一个一个带上来。两个市长马上送到。让我带你们离开吧。我先走。
猪猪，跟着两位市长。莱德，他们掉落在岸边，而且是很用力的着地。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。咕咕鸡，我来救你。别担心，两位市长，汪汪队会救你们回岸上的。起风了，风会把我们吹向大海。路马，两位市长被困在那块浮冰上，请你把浮冰推回岸边。那就交给我吧，兄弟。路马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带你们去兜风。猪猪，你现在能抓住浮冰了吗？可以。啊，弓爪发射。快点，我的脚都快湿掉了。哦，谢谢汪汪队，你们救了我们。不客气，市长，要是你又被困在浮冰上的话，就大声呼救。嗨，古威市长。莱德，紧急事件，咕咕鸡的雕像消失不见了。汪汪队会马上赶过去。要是知道偷雕像的人往哪边走，可能会有帮助。阿奇，用热视镜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我发现脚印了，到人孔盖那里就没了。阿奇，派你的无人机下去，看看能在地下道找到什么。发射！雕像就在那里。好威！为什么雕像在动呢？汉蒂娜市长，我该想到的。我不记得有邀请汪汪队参加我的带走雕像派对。汉蒂娜市长把无人机的摄影机打掉了，我们只好用别的方法去追他了。什么事，莱德兄弟？汉蒂娜市长把咕咕鸡雕像带走，他想带着雕像从冒险湾底下的地道逃走。你开气垫船到涵洞跟我碰面。莱德，你看，该洗蓬蓬了。慢着，水流太强了，我们会被冲出去，冲到海湾外的。沿着地下道就能回到无敌室了。什么？啊！竟然有鳄鱼！冒龙车，马上倒退！哇！啊！阿奇，天天，我要你们准备好接住他们。现在放弃冒龙车！网子。真是太丢脸了！做得好，汪汪队！记得翅膀后面也要刷，是你害翅膀变得那么脏的。嗨，农夫艾尔，农夫尤美。对了，艾斯，你今天下午3点可以到市区广场来吗？哦，我想去，但是不行。你一定要去？为什么不能去？我没有车子，又不能开飞机去。市区广场旁边没有降落跑道啊。别担心，艾斯，我们会送你去你的机。你会很惊讶我们怎么送你去。好吧，谢谢，那就3点见喽。待会见喽，飞行员。哇哦，看起来就是个热闹的派对。糟糕，我们忘记准备礼物了。我们得在农夫艾尔跟尤美开车送艾斯来派对以前搞定才行。开车？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了。为什么要在垃圾岛找给艾斯的礼物啊？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很适合的东西在那里，我可以把它修好，及时赶上派对的。如果大家都帮忙的话。好棒的颜色，毛毛！做得好，狗狗们！我想到一个主意，可以让礼物变得更棒。啊！但是要你帮忙，灰灰。哇，时间快到了，不知道天天为什么觉得很重要。不管是什么事，一定像派对那么特别了。哦吼，我是说非常特别了。大惊喜，生日快乐！哇哦，这是给我的吗？对啊，是狗狗们修好的。快点，我们开新车去兜风吧。这个是最棒的礼物了。
现在退后一点，小猫咪们，我要来测试自动赛跑酷。哈哈，成功了！给我一杯水果冰沙，谢谢。不行不行，这是我的饮料，下去，小猫咪。这是怎样啊？我的玉米田怎么这么吵？救命啊！我的裤子失控了。韩蒂娜市长，裤子，他好像遇到什么奇怪的麻烦。我最好打给汪汪队。我失控的裤子停不下来。天天，你跟着市长，我会紧紧盯住他的。我有看到他闪亮亮的金属裤子。金属？我想到一个主意。小丽，我要你用你的电磁铁阻止狂奔的市长。没有问题。救我啊！快等，韩蒂娜市长完全要跑过去了。救命啊！救命！我摔下去了！救命！市长睁开眼睛，我救到你了。啊！快点弄掉这条裤子啦！你没事吧，韩蒂娜市长？没事。谢谢你帮我弄掉了这条可怕的自动赛跑裤。只要你的裤子失控了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救援骑士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可拉带走两只龙宝宝，要靠我们去救他们，但是我们得小心，龙妈妈也在到处找他们，所以这次任务我要派天天。狗狗骑士要飞上天喽！好了，救援骑士队要出动喽！你们动不了，哭哭，活该啦！谁叫你们喷火把那些棉花软糖融化？嘿，龙宝宝们，肚子饿了吗？火锅，帮我一下！我们来了，可拉！救援骑士队，这次的救援要全员出动。我们马上到，莱德爵士。不好了，龙妈妈以为我们想伤害她的宝宝。灰灰，快用你的利爪钩抓住拖车，马上去。继续拍翅膀。海威，我摔下去了。阿奇，换你了。好多了，不客气，龙妈妈。但是记住，要是你的宝宝又被棉花软糖粘住了，就哇呼救！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小丽被困在外星星球上，听起来像是卡住了。所以这次的太空任务，我要派阿奇。阿奇准备前往太空。太好了，我还需要灰灰啊，绿色代表走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嗨，阿奇，小丽没事吧？嗨，莱德，她看起来没事，可是她发出奇怪的声音。等她回到家就没事了。哦，哦哦，看来你的脚掌卡住了。啊，爪子！网子！小丽，跳上去！
小丽在那里啊。如果小丽在那里，那你不是小丽。她不是小丽，她是外星人小丽，长得跟小丽一模一样。伙伴们，希望你们有听到，我需要你们帮忙。糟糕，看来小丽还在下面，我们必须快点去救她。天天、灰灰、阿奇、路马，你们都来了，我们来救你了。不是，网子，跳上来，兄弟！呜呼，好哎！呜呼，谢谢狗狗们。你好，伯爵，八金堡一切都好吗？有一个盾牌被偷了。盾牌上的地图可以找到呼噜魔药锅。什么呼噜？魔药锅。它会产生魔法迷雾，让所有人睡着。好吧，我们马上到。这里的人好像全都睡着了。主还有伯爵也都睡着了。我们不可以进城，要是碰上那些云的话，我们也会全部睡着的。莱德，魔药锅在大半钟附近钟楼旁边的屋顶上。毛毛、灰灰，看看能不能阻止迷雾。马上去，交给我们吧。要是有闹钟把大家叫醒就好了。小丽，这主意太棒了。阿奇，你到钟楼的最上面，用你的飞龙扩音机放送大半钟的钟声。这声音就是世界上最大声的闹钟，要怎么敲响它？指针离12点还很远。我们用磁铁把大半钟的金属指针直接拉到12点。可是要怎么把磁铁弄到上面？你要把它投射上去。飞龙扩音机，莱德，我到定点了。投石机。爵士，谢谢救援骑士队，你们又再次救了八金堡。嗨，波特先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拜托快点过来，我的新服务生机器人失控了，他疯狂的一直打扫，洗干净，洗干净，我怕他会引起意外事故。放心吧，波特先生，没有故障的服务生机器人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洗干净，洗干净，乱七八糟的了。阿奇，用交通追跟扩音机协助驾驶人离开塞住的车阵。交通追。好了，大家听好，请跟我走这边。灰灰，我们需要新的线跟路标，驾驶人才知道走哪里。好，爪子。古威市长，拜托救救我！洗干净，洗干净。是波特先生的机器人，他想拿走我这个特别的盘子，我很怕盘子会破掉啊。我们马上到。哇，原来他把那些盘子都搬到这里来了。你把盘子拿下来，我们要先想个阻止机器人的办法。我想到一个主意，服务生机器人想要清洗，所以只要你脏兮兮的，机器人就会来找你。你愿意吗，灰灰？为了救援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希望这一招有用。洗干净，洗干净，成功了。啊，螺丝起子。做得好，灰灰。现在把那些盘子送回他们主人的身边吧。谢谢狗狗们，你们帮我找回了盘子，而且时间正好，我刚好可以吃午餐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阿宝船长的举止变得很奇怪，他划着丹尼的火箭滑板在冒险湾到处乱冲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、
我要你驾驶警车，安全地拦下阿宝船长，免得他伤害别人或是自己。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阿奇，你要找到阿宝船长。莱德，我才离开滑板一秒钟，阿宝船长就把他滑走了，这真的是太奇怪了。丹尼，不要担心，我会帮你拿回滑板的。叫我大胆哥丹尼啦！哇！阿宝船长，小心！哇！小心啊，船长，你会摔下来的。我觉得他看不到也听不到我们。阿奇，用最大声的声音喊他，提高音量。哇！扩音机。阿奇，是你吗？不，王子。谢谢你安全地抓住了我。哦，哎，我听见了。哦，可是天哪，我的眼镜掉了。船长，我们找回眼镜了，万分感谢你们的帮忙。要是你又掉了眼镜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船长兄弟遇到恐龙陷入危险，被困在狂奔的三角龙身上。骑恐龙好酷哦！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，让我们飞向天空吧。还有乐乐，没恐惧就这么办吧。好了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走开，天上飞的小讨厌！阿奇，我们需要引开他的东西。发射器！天天，你的机会来了！你们谁快抓住钓具？来，你先走吧。谢了。就到一个，还剩一个。讨厌！哇，恐龙爷们！快点，我快要被酱油淹没了！机器狗，把恐龙巡逻车上的钩爪垂降到洞里。乐乐，快点去安抚三角龙，没问题。别急，别急。我们快救你，该系上安全带喽，把它带上来吧。做得好，现在去救法兰索瓦。恐龙爪，谢了，乐乐。机器狗，把它们带上来吧。谢谢你们把我们从史前的危险中救出来，汪汪队。不客气，要是你又骑上狂奔的三角龙，就大声呼救。五位市长，莱德，陈世志要被人抢走了。市长，市长，我要报案，他也被偷了。有坏蛋在海滩偷东西，没事官也被偷了。莱德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五位市长，你跟其他目击者可以描述一下逃走的车子吗？是跟你们的狗狗车一模一样。不过我们会查个清楚的，没有遗失的钥匙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我们的任务是查出嫌犯，并且阻止他。这些小偷一定是用钥匙闯进去，再用交通工具运走赃物。那拿走钥匙的人一定会跟开走我们车的人联络，看看能不能偷听到。Ahoy！ 海盗车队听好了，到那个秘密的地点跟我会合。是席德·史瓦西巴克。哎，走这一边，我们还是能逃走。你们会拖累我们的，小螃蟹。我还有这把钥匙，我会回来的，而且下次我会抢走这里的一切。路马，拦下他们。
子。我们的船没了。可是我们还有钥匙。钥匙去哪里了？谢谢你，莱德，谢谢狗狗们。不客气，只要记住，要是遇到海盗想要又偷又抢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比目鱼号搁浅在哥哥岛上，住在岛上的鸡不让坐在宝座上的咕咕鸡离开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。啊，绿色代表走。还有天天，狗狗要飞上天喽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莱德，谢天谢地，你们来了！这些鸡太喜欢我的抱抱鸡，不肯让它离开。报告女王万岁！我们要找个东西引开它们。可是那些鸡连一秒都没有放松的紧盯着它。我想我有办法了。机器狗，哇，你去帮我拿个特别的东西。一根钉子就行了，谢谢。快点，灰灰，那些恐怖的云往海滩吹过来了，又要下暴风雨了。莱德，我们快一点。再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报告女王。狗狗们，让它亮起来。手电筒。趁现在！哦，救到您了！恭贺女王万岁！恭贺女王万岁！大家听好，快上比目鱼号！恭贺女王万岁！还好比目鱼号修好了。那就全速前进！汪汪队，我要怎么感谢你们这次英勇的救援呢？下次你又要救哥哥女王的时候，就大喊需要黄金雕像。莱德，你回来太好了。对呀，是什么惊喜？乐乐，嗨，你们大家好，我是乐乐。嗨，乐乐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欢迎来到冒险湾。他们是我见过最亲切的狗狗。应该说是我见过唯一的狗狗。你从来没有见过别的狗狗？没有，我住的那里只有我一只狗狗。那是哪里？这也是惊喜的一部分。我们要坐汪汪巡逻车去？不是，是这个。哇，好棒哦！狗狗的车。好了，狗狗们都上车吧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这里真美。哦，什么声音啊？恐龙吗？恐龙在哪里了？欢迎来到恐龙荒野。那些是三角龙，还有那些是迅猛龙，它们超酷的。哦，那些是异兽龙，它们看起来像鸟，可是你们知道它们是会飞的恐龙吗？不知道，但是现在知道了。过来看这个吧，这里就是我家。哇哇，太酷了！我跟泰勒、阿宝医生住在这里，医生是世界上最棒的恐龙兽医。这里是世界上最酷的地方。对呀，我们可以坐恐龙巡逻车去逛一逛吗？嘿，这是个很棒的名字，恐龙巡逻车集合。利格山步道出事了，狗狗们，穆拉迪尔卡带着咕咕鸡跑掉了，五位市长还挂在树枝上，我们得把市长救下来。所以这次我要派天天，狗狗要飞上天喽。我还会需要阿奇。刀在我身上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抱歉，莱德，还没有发现。等等，哦，是天天，下一个！找到他了，但是我们动作要快。
好了，阿奇，该用网子了。哇！你真棒！现在去找穆拉提尔卡跟咕咕鸡。甜甜，我在沿着步道找了。莱德，但是他们在摇摇晃晃的神桥上，看起来很不安全。我有个主意，小克，请回答。Hello， 莱德，我竖起耳朵听。I'm all ears。准备飞了吗，小克？我会接住你的。接到。哦，咕咕鸡，你安全了。小克，谢谢你。嘿，穆拉迪尔卡，看看我有什么。莱德，你办到了。市长，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嘿吼呼救。威力狗已经可以超威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，威力狗们。韩丁娜市长的小猫咪们突然有了超能力，他们在冒险湾到处制造问题。我需要威力狗跟超能长才能阻止他们。威力阿奇，我需要你用超快的速度跟超快的车追上那只猫咪，用你的能量网拿回波特先生的尾鱼。威力天天，我要你用旋风喷射机把阿宝船长的鱼送回去。还有威力小丽，我要你用超强的力气跟威力工程车把比目鱼号推回水里。威力狗要出动喽！嘿，猫咪，放下尾鱼。你跟我跑得一样快，可是你没有这个哦。搁浅的船太大，推不动啊，兄弟。等等，阿宝船长，我来把你们撞回水里。哇！哇！你这一推真是超威的，威力小力。今天有没有看到阿宝船长的鱼？还没有，莱德。但是我找到农夫爱的乳牛了，他们在十字路口。小丽，赶去十字路口阻止那只超能猫咪。马上去。快把那些乳牛放在地上，那我只好使出我的威力掌喽！莱德，我现在看到阿宝船长的鱼了，我要过去喽！就到了，很好。把阿宝船长的鱼送回比目鱼号，我们会送乳牛跟尾鱼回去。做得好，威力狗们！玉米已经可以采收了。哎呦，咕咕鸡吃得很开心的。这是什么？叫自动采收机，它可以马上把玉米都采完。这样采收真是棒极了。不知道自动采收机能不能采收其他作物，我们可以省很多时间呢。可以，它可以采豌豆跟大头菜哦。咕咕鸡最喜欢大头菜了。哎呦，我可爱的包包鸡跑去哪里了？完蛋，自动采收机是怎么回事？它失去控制了。而且我到处都找不到咕咕鸡，我该打给汪汪队了。打打，天天有没有找到咕咕鸡？还没有，莱德，我会继续找。哇哦！看得出来自动采收机哪里有问题吗，灰灰？啊！好消息，我找到咕咕鸡了。坏消息。它在自动采收机里。天天找到咕咕鸡了，它在自动采收机里。马上去。爪子，给你咕咕鸡，抓住。哦，自动采收机要去哪里？走吧，咕咕鸡。我知道有个人看到你一定很开心。他在这里，市长平安无事。
天天，谢谢你，你最棒了。天色变得很暗了，我最好把灯塔打开。这东西还能做什么呢？这真的是太厉害了！能不能像聚光灯那样把光固定在金鱼身上呢？好哎，现在我把光开到最亮的程度，灯光够亮的话，我就能表演最棒的特技直播秀。完蛋，那艘大船会看不到这座岛的。糟糕，门锁上了，钥匙又留在里面，看来要打给汪汪队了。这个门都打不开。阿奇，用你的攀岩走避鞋爬上去，从那扇打开的窗户进去。攀岩走避鞋，我可以用那种鞋玩很棒的特技。露马，情况怎么样了？这里漆黑一片哎，我想成长，听不到也看不到我。你保持距离，露马。我会的，莱德，我也会继续呼叫船长。我进来了，我马上下去。这个灯泡烧坏了，必须换个新的。一颗新灯泡，马上来。我们要快点，货轮马上就会撞上海岸的。莱德，船已经转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韩丁娜市长的一只小猫咪困在树上。我想应该是小猫咪没错，总之要靠我们救它下来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，我要你用梯子上去救小猫咪，准备进行汪汪救援了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快点，汪汪队，为了小美人还困在上面。放心吧，海蒂娜市长，我跟狗狗们会救下你的。那是你的胡子吗？当然是我的胡子了，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？啊！没关系，市长，我们会搞定。哇哦，雅丽，你画得比真的胡子好。啊！我得自己去救我的胡子。这一次我不会让你跑掉。哦，可恶，用画的我就没办法捻胡子了。海丁娜市长，等等。太好了，没有任何事能阻止我拿回我的小美。快点走这边。嘘，你出来了。你没事了？我没事，可是我的胡子还在里面。我们还没放弃，灰灰。知道了，哒哒！我的胡子，哦，我真是太想你了！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你们知道，有一群野兔跑来我们的复活节庆祝活动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。我要你用弹弓抛出点心，把到处乱跑的小兔子引进这个笼子里。绿色代表开始行动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那不是鸭子，快看，朱莉斯，是只小兔子耶！啊，让我来吧。小兔子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你很想吃好吃的红萝卜吧？抓到了，谢谢灰灰。糟糕，快看，还有一只兔子，小胡须在摩天轮的顶端。天天，我们需要你驾驶直升机带篮子来摩天轮，小胡须有麻烦了。狗狗要飞上天喽！
小胡须了。拜托，小心点，他很容易受惊吓。大家听好，千万不要动。啊，篮子。要慢慢的，稳稳的。好了，小兄弟，现在跳进篮子里，轻轻的跳哦。不好喂，换我做了。不好了，小兔子不会飞，但是还好狗狗会。接得太好了，天天。他成功了。谢谢你们拯救了庆祝活动，特别是救了那些又萌又可爱的小兔子。只要小兔子又遇到麻烦，就跳跳跳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火车司机艾德刚刚告诉我，载着嘉年华会器材的火车困在隧道里了。哦，小朋友们都会很失望的。所以我们必须确保火车会抵达露天场地。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，小丽往前冲，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走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看到你们真是太好了啊！这个时候卡住真是太糟糕了。不会有事的，告诉我们是哪里卡住。哦，我知道是怎么卡住的了。小丽，可以把隧道弄宽一点吗？啊，钻孔机。灰灰，我们把货物拖回原来的位置，火车应该就能通过了。马上办。这行吗，莱德？很好，小丽，拖板车也差不多整理好了。我还有一个东西要搬。过来，你们都要看看这个。全都绑好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们待在这里，确保东西不会乱动。我会把这里收拾好。火车司机艾德，我们都上车了，快去布置嘉年华会吧。你有没有看到我照去围屋的镜子？我的腿变得歪七扭八的。我看到了。盒子里的小丑害我跳得好高哦。哦，谢谢，谢谢你才对，没有汪汪队，嘉年华会就办不成了。不客气，要是你的火车又卡住了，就大声呼救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市长跟双胞胎去雪鞋践行，却还没有回来。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直升机飞到悬崖那里。猪猪，我要你开着铲雪车去山上搜索，你很熟悉山区。不管冰或雪，有我就能解决。哦，咕咕鸡，还好你提醒我，我们应该发求救信号，吹三下哨子表示求救。听到没？那是求救的哨音。也许是市长他们。天天，你在上面有没有发现？我找到了，莱德，他们就在我下方。哦，汪汪队来了！朱莉斯、朱莉亚，我们得救了！咕咕鸡，我们得救了！我们来救你，市长咕咕！不好了，莱德，市长他们在冰冻的河上往下滑，现在滑不过去了。我们马上就来，绝对不能让他们从瀑布上掉下去。猪猪，发射钩爪勾住这棵树，再用滑雪板把绳子绑到另一棵树上。知道了，莱德。啊，滑雪板。啊，钩爪发射。大家一起手牵手。刚才真是太棒了。至少你们玩得很开心哦。好，穿着雪鞋要怎么站起来呢？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。阿奇的风格，温纳农场的奥斯卡不见了。可怜的奥斯卡。我们还要找到一辆垃圾做的怪车，农夫尤美看到他在路上乱冲，所以这一次是终极救援任务。
终极救援任务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阿奇，那个就是垃圾车吗？车头升起。那一定就是农夫优美看到的神秘车。天天，你能不能靠过去看看是谁在操控那东西？收到，现在接近中。哦，望远镜，看起来像是鸵鸟在驾驶那堆垃圾，那一定是奥斯卡。温娜他们一定会很高兴我们找到奥斯卡，但是我们还是得拦下那辆车，在他撞上东西以前救出奥斯卡。莱德说的对，甜甜，奥斯卡往哪里去了？他往冒险湾过去了。要是垃圾怪兽继续往前，就会带着奥斯卡一起开进海湾的。露马，用马路冲浪板拦下奥斯卡。哦，马路冲浪板。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大孩子，要是你的鸵鸟又开车跑掉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八金堡需要我们马上过去，所以这一次是汪汪特派任务。机器狗进入逆踪模式。汪汪队，谢天谢地你们来了，我失踪。失踪的是肖像画。阿奇，看看画架附近有没有任何线索。莱德，地板上这黄色的东西闻起来是起司吗？对，那是我夹在快干特殊颜料里的秘密武器。跟着那个气味，阿奇。那是甜甜画在他那里。甜甜，皇家肖像画在哪里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这幅画画的是我。这幅画传出来的味道是法兰索瓦的起司颜料。我也想留下来闻，不过我们得走了。甜甜会带着那幅画逃跑，表示那真的是公主的肖像画。问我的鼻子就知道。汪汪特派任务出动。甜甜，你太顽皮了，拿我的肖像画玩你丢我捡。我没有拿我的公主，你看。不客气，要是你的画又消失了，就大声呼救。你们做得很好，狗狗们，你们把这块空地变成很棒的地方，比如变成小公园。酷哎，这只鸟已经找到它的家了。嗨，马乔丽太太，怎么了？我的院子里出现了一大堆洞，莱德，不管怎么走都会掉进洞里，我跟梅娜都被困住了。我们马上去，马乔丽太太。看到你们真是太好了。梅娜在哪里？在那棵树旁。糟糕，那棵树会倒下来困住梅娜。灰灰，救她出来。嗨，梅娜。用爪子夹住盘旋板的前面。我会了。甜甜，把吊坠放下去救小丽。知道了，莱德，你在下面还好吗？小丽，我没问题了。但马乔丽太太的窝子就不太好了，只剩一条细土堆支撑的窝子。可是莱德，我要怎么住在像跷跷板的窝子里呢？把它搬走吧。搬去哪？去最棒的地方，
我们在清理的那块空地。哦，听起来很棒。拉上去，机器狗。机器狗，我们出发吧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轻一点。机器狗，放下吧。成功了，狗狗们，成功了。要是我能拿到一小块陨石，我就能再次拥有打造超能力。有一块小陨石。好哎，可以打造机器的超能力又回来了。哦，跟我印象中的一样酷哎。因为我要用我的隔空传送枪把冒险湾整个偷过来。柠檬水的小摊去哪里了？那个小摊子去了新家，哈洛市。想喝柠檬水的话，就到我的城市吧。嗨，亚丽。莱德，你一定不相信，哈洛韩丁娜坐在超大的大机器人里面，用某种消失射线。糟糕！他说要把柠檬水小摊带去什么哈洛市？古威市长，我猜猜看。有巨大机器人来找麻烦，没错，而且他往市政府去了。大家都不要担心，没有太大的机器人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哈洛市长的家，而且没有半只狗狗。什么？我要把那些狗传送到北极去。小丽，该让这个机器人不能动了。边破坏边摇滚吧！威力狗，感谢你们大家！不用客气，古威市长，只要你的城市消失了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古威市长在追逃跑的仓鼠古须须市长的时候，不小心被困在水泥里。仓鼠市长吗？哦，我们要救出人类市长，还要在仓鼠惹上麻烦之前拯救他。所以这次的任务，我要派小丽。小丽往前冲！还有阿奇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汪汪队，谢天谢地，拜托救我离开这里。你放心，市长，小丽知道怎么做。啊，手提电钻。谢了，小丽。哦，可是那个胡须须市长呢？我跟阿奇会找到他。你有看到他往哪边吗？他滚向那边了。糟糕，他往水那边过去了。我去救他。啊！我没看到他，你们看，是金鱼宝宝。古须须市长在金鱼身上。木马，我要你驾驶潜水艇来救啮齿动物。开始行动吧。我到了，莱德，在金鱼肚子的正下方。太好了，你等我的信号。木马，预备喽，动手。好了，兄弟，来搔痒痒喽。爪子，痒痒痒痒痒痒！他过来了，小丽接住他，我来接，我来接，我接到了！哦，你接到他了，谢谢汪汪队。不客气，古威市长。要是班级宠物又失踪了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海家韩丁娜的卡车好像消失不见了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务阿奇，包在特务阿奇身上。还有天天，让我们飞向天空吧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莱德，我找到卡车了，你一定不会相信我看到的，有个超大的软糖雕像，看起来像韩丁娜市长。啊，我们马上到。
汉丁娜市长，你快点下来！我真不敢相信，还软糖！哇哦！天天，我让你把汉丁娜市长从雕像掉下来。啊！要去！做得好，拉他上去。雕像会撞上那些门柱的，我们必须把韩丁娜市长救下来。我从总部带了这个来，也许可以用它。路马的充气橡皮艇，快来！好了，毛毛，我们需要你准确的瞄准，还需要海鸥朋友帮个小忙。好的。莱德，非常谢谢你救了我最爱的韩寒软糖。不客气，韩蒂娜太太，只要你又遇上逃跑的大软糖，就大声呼救。大家来见见新来的乳牛。我的天哪，它不是乳牛，我想它应该是海牛。决定要叫它明明，小海牛明明。它是很可爱，可是海牛不适合住在农场，我们要送他去可以自在游水的地方。海牛住在沼泽里，我们越快送明明过去越好。翻过这个山丘就可以看到沼泽了。糟糕，水槽！啊！小丽，我们需要你搭个路障拦下那个水槽。马上去，莱德。小心！现在安全了。哦哦，水槽上有一道裂痕，那我们最好尽快把明明送到沼泽去。明明，你到家了，而且时间正好呢。我们让卡车后退，让水槽靠近水边一点。啊，莱德，这可能比你想的还要难哦。天天，到沼泽找我们，我们需要你吊起海牛。狗狗要飞上天喽。去，阿奇，我们必须让明明离鳄鱼远一点。我早就想到了，网子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。丹尼跳了最糟糕的地方，在峡谷上空表演午餐特技，结果被风吹得头下脚上。还好他有穿着安全吊具，但我们还是得把他救下来。一张安全网马上来。嗨，丹尼，请你叫我大胆哥。哦，丹尼。啊，我是来帮忙扶你起来的。小心点，我可不想弄掉最好吃的极限午餐。好吧，可是我们是来救你的，午餐等等再吃啊。爪子，汪汪在，成功了。那是莱德吗？我就快到了。阿奇，这是你的网子。天啦，哇哦，我都不知道脚踏车会飞耶。这个影片肯定会好，看我骑脚踏车下去吧。下不去了，糟糕，丹尼又有麻烦了。狗狗们，我们需要在空中的狗狗帮忙接住丹尼。不是，网子。就让我们送你下去。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主意。汪汪队最厉害了，特技迷们太刺激了，
这次的大胆特技有个大胆的结束，都是汪汪队的功劳。谢了，莱德。嘿，只要你的特技遇到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嘀哈！欢迎来到热闹非凡马术挑战赛，大家应该都认识我的搭档罗斯蒂，打个招呼吧，罗斯蒂。第一项比赛就是骑狂奔的野马，这两位伙伴必须尽可能的骑在马背上，谁待在马背上的时间最久，就是热闹非凡马术竞赛的冠军。韩蒂娜市长，祝你好运。哈，我不需要好运，我有胶水就行了。小心点，猫咪，胶水有一点快流下去了。什么？等等，他还没有说快快啊！市长，快点下来！不行啊，我的裤子粘在上面了。罗斯蒂，小心！我们不能走，我还没赢啊！别担心，牛仔妹贝尔，我们会搞定一切，用超快的速度把罗斯蒂带回来。我们要怎么救罗斯蒂跟韩蒂娜市长？当然是再找狗狗来帮忙。路马，我需要你来抓住马，开始行动吧。哦，救生圈。小马乖，现在带你回去吧。那我怎么办？阿奇，交出你的发射器。发射器。如果你用这个磁铁打中发动机，野马应该会停下来。快快跑！哦，我赢了吗？哦，谢了，伙伴们，你们救了节目，也救了我的马。哦，这没什么啦。要是你又遇到强悍无比的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